后门是个很大的隐患，赵总让我们用这几块方砖把门堵严实。这砖看起来不够啊，才四块，那九块才能堵严吧？不要上来先提困难，赵总交代的，先干了再说。这能叫堵严？砖块数量有限啊，没办法啊。横向走要道边吧，这样也太随意了。好的，赵总，我们立即整改。空档更大了。赵总要求横向道边，照做就是了，管那么多呢。横向是道边了，但纵向没有到顶啊。我们立即整改。这样子横向又到不了边了。按赵总的最新要求来，优先保证纵向到顶。这摆的是个锤子。我们已经尽力了，主要是条件不具备。不能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要打开思路，大胆创新，明白吗？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还整改不到位就问责。科长，能试的方法我们都试完了，不可能没有缝隙的。赵总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怎么摆？对呀，让我们试来试去的。他要是知道还能不告诉我们？干脆搞几个纸糊的上去。这算是造假吧，根本起不到防护作用。难道你们还有其他办法？先过关再说。纸糊的也要钱买啊。赵总啥也不管，难道让我们自掏腰包把真砖卖掉一块不就有钱了？什么？本来真砖就稀缺，再卖反正堵不严，多一块少一块又有什么区别？吃苦的倒还能吓唬吓唬人。赵总要是问起来方砖怎么多了，我们怎么解释啊？解释啥？你只要达到赵总的要求，逻辑啥的赵总会关心。这不实现的挺好吗？赵总知道有方，赶紧出经验开个现场会。科长，这经验怎么写？现场会露馅了怎么办？遇事不决，量子力学。我们通过原位高能粒子回旋加速技术，让方砖处于量子叠加态，就能够用少量的方砖把门堵上。听不懂啊？不明觉厉啊。去年我们搞得不错，今年再考虑一下怎么突破一下。已经堵严实了还怎么突破？在成本效益上想办法嘛。既然能通过四块砖达到九块砖的效果，那进一步研究一下三块行不行，两块呢？这个简单，我们上次还剩好几个纸。质子加速试验不见到回回都能成功，别盲目乐观。赵总，给我们点时间深入研究攻关。等你们好休息，搞好了年底我邀请上级刘总来。赵总慢走，你是个沙雕吗？经过攻关，我们用两块砖的量子叠加态彻底堵塞了需要九块砖才能堵塞的后门漏洞。哎呦，我了个娘。我喝多了扶着墙走，怎么墙倒了？胡科长，怎么回事？解释一下。当初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内部，没考虑外在因素会导致量子坍缩。这高科技那高科技，到头来还是靠人力。是啊，还得我们两个大活人在这儿看着。你说我们到底是在看门还是在看形势啊？两者都有吧。